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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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
以前很丢人丢人，对，在花莲的曾经开过店，嗯，所以呢，认识朋友也是满天下，是的，但是我们只要诚恳，去到哪里，人家就会把门打开，对啊，对，当时我朋友夜不闭户，好，那我们就出发了，好好好，走走走，耶，耶呼，那我们就出发吧，走，Go。 我看看我这次的强运能不能够抵挡住你的实力。主人，来啦！哎，有两只哦。他们说什么？是有一个特别的训练的地方。对，它也是有一个学校训练你成为一个勇士。哎呦，哎哎，有人在拉我。哎哎，仪式来了，仪式感来了，来了来了，不行了，不行，在想我会被骂了。我还有一个秘境的秘吃，一个人非常厉害的厨师，煮着所有的料理，是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的。 在花莲都是我们的在地友人，是所有任何的行程基本上我们都不用烦恼，就跟着他们的脚步走就对了，完全不一样的那种享受美食秘境，耶！花莲，我们来了，出发喽！这个地方。 很有日式风味哦，对，嗯，然后毛哥说约在这里，毛哥，大爷你好，我是这边的老板，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毛哥说等一下会迟到，他等下再过来，那老板带我们去看看，OK， 到底你们园区有什么跟脸不一样的？嗯，这边早期的话是一个荒废的农地，然后移过来这边，然后就因为想要开这个店之后，把它移过来，像日式的风格，所以才会种这个苏巴移过来这一边。但为什么会有人说它是什么小奈良？等下我就带你们去看一下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小奈良的位置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哦，哎，有看到路喽。对。 天气热，它每都躲在那个树荫底下。哎，那边那个是小只的，是不是？它是山姜，那是山姜啊，山姜。哦，你现在天气热，很温驯的。那为什么开始养这种小动物？哎，因为奈良那边是也是有在养梅花鹿嘛。啊，对。所以把它取经过来到我们花莲这边。哦，有一个对谈，都来了。哦哦哦，好吃吗？喜欢吗？ 我第一次这么近看到三枪，对啊，因为我有时候在山上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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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样轻轻摸它也没事哎，对啊，哎，他们很亲人哦，那母的有怀孕，哦，母的怀孕的，也很壮哎，哦，可爱可爱，哦，很饿的很饿哇，哎，他拿了鼻子擦我的衣服，他们虽然说怕热，但更爱吃，对，你看，哦。 哎呀，我的热狗，他不想吃萝卜，他想吃排骨。而且是不是这边也可以让大家换和服，然后
在这个园区里面，然后拍照，然后问路这样。哎，是。他们会不会脱逃？哦，他有时候跟着我们出去，对，所以要注意他。真的好用心哦，完全是日式的氛围。对呀，真的很舒服。这里有水神君吗？有，他们水神在水里面。看到了，我记得我那个念过啊，我看过他们那个资料，他们好像是70%到80%都在水里，吃喝拉撒都在水里，所以叫做水豚君嘛。如果他一直在陆地上，就叫土豚君。土豚。哎，他们的菜来了。你好，哎，这算小只的哦。对。他们多大了？这个大约在2个多月而已。2个多月而已，哇！怎么又过来了？慢慢之间很可爱，你看他在喂，他在吃的时候那个。那个刚刚走过来这只大哥，其实他们算优秀的哦。老板有叫什么名字吗？目前还没给他取。哦。来来来，小顺，小顺你好，威哥，这个粗一点，吃的比较饱。小顺，威哥，小顺来，我来挑动你耳朵，小顺，真的要这样子弄吗？会不会下个礼拜就有人来这边叫小顺？来，我被夸一家小顺叫威哥啦。他们喜欢吃叶子哈，也对。好，很棒。来，这边给你们。对，慢慢吃哦。哎呀，可爱可爱。那羊驼是它是直接是在外面，在户外活动的，对，它比较接触人群这样。哦。它不会吐口水吗？目前还不会，还没看到人家吐。那我们两个来测试好了，怎么样？就看到他正面，看他会跟谁吐口水，这样。哎，哎，羊驼，你要吃谁的？哎，我就知道今年是你的年。哎呦呦！对对对，来，好吃吗？他可以摸吗？可以啊。哎，摸，哎呦，哎呦。很有个性哎，涉水过去也好可爱哦。算怕热吧？嗯，他们喜欢待在河里。对，他们应该也会泡水。对，哦，这个环境当然很棒啊。安雄，安雄的脸好可爱哦，安雄。请问一下，就是知道毛哥在哪里吗？嗯。哎，那边有人在荡秋千呢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请问你是？哎，顺哥。哦，喂，哥怎么？喂，小顺，小顺，小顺，怎么了？要急救，要急救了，要急救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啦？我为了迎接你们来盛装打扮呢。哇塞，哇塞，猫哥你也太可爱了。这是剩下的剩吧？来转一圈，让大家给我们 special 哎！哦哦，对啊，他今天用心了，当家夫人的精神啊，嗯，好不好？不是，没事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不是精神，你在这里是精神，你出去越变精神病。没事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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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，不要，那我去把他换衣服，这边好，没有，不久才打扮成这样哎，这样不行，这样真的啦，你看。现在带你们到花莲地区的一个古迹，三级古迹哦，日本时代传到现在是建筑物保留最完整的。庆修院古迹旁边还有一个很屌很厉害的烤香肠，是那个马告香肠吗？对，我跟你讲，花莲做马告的很多，而他们这一家真的很特别。为什么？我们非常期待来找你，只要来找你就知道，哎，最近花莲在流行什么，或是最近景点在夯哪一些东西？爱吃的，看我身材就知道了。这边要左转，对，这里左转就到了。其实我花莲已经这么熟了，对，我还真没有来过这个点。
来这边修行过吗？是有一些罪孽要过来这边参拜，常常带朋友来这边，而都是宿醉，所以今天有请一个专业的人士带你们这个绕我们的庆修院，再麻烦你。顺哥跟威廉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小事麻烦你了哈。OK， 不会。这边是当时日治时期所留下来的古迹，它叫做吉野布教所，直到后续民国34年之后才改名叫做庆修院，就是台湾光复之后啦，是目前全台湾设施最标准的日本佛寺。大家都会知道神社跟佛寺，可是这边是隶属佛寺，我们怎么做区分？看门口处，神社会有鸟居。佛寺的会叫做三门，就是一个有屋顶，一个没有屋顶。我们这边因为不是神社，所以不会提到任何主神的东西，会叫做主佛跟主事。主事这边有三尊，第一尊就是我们右边的不动明王，还有里面的弘法大师跟毗沙门天。我们现在因为开始进入七月份夏季的同时，也就是所谓的纳凉季，所以开始有风车跟风铃。对，代表夏天来了。我们庆修院几乎呢，这边呢就跟着日本的那个风俗，对，继续拥有他们的节气啊、节庆啊。对，没错。这边最壮观的88尊石佛像。现在由来是什么呢？世界各地都所谓的圣域之旅啊，像我们这边有所谓的四国岛的地图，威廉底下这边有一个，它其实有没有乍看很像我们的金门？四国，它的面积是台湾的一半，大约是2000多公里，对，等于我们从花莲到对面的彰化或台中，是。他们其实会按照各自的番号，从第1番到第88番，等于是各地的主事。就是在日本的这个四国的地方，你要做一个巡礼的话是这样。当然，因为我们来到日本神社跟佛寺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水洗赛前，可是我们大部分所看到都是拍手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这边是佛寺，所以不能拍手，因为他们不能拍手。这边是他们不需要人家鼓励他。对，没有道德是不一样，他们的宗教信仰有点科仪不一样。科仪。这个形式叫什么？这个叫做恶口。为什么会叫恶口？对，鳄鱼的鳄。为什么会叫？我们现在由下往上看这边的生源线有没有很像蜥蜴跟鳄鱼的嘴巴？扁扁的。对，所以它有点，它就叫恶口。啊，怎么操作呢？我们教。赛完刚才大家所说，5块钱是有缘，对对，有缘，也是结缘的意思。投完之后，轻敲一声恶口，然后双手合十参拜，就结束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那我们来请顺哥操作一下，对，轻敲一声或重敲一声，这样对，这样算标准的哈，这样算标准。轻敲一声恶口，我们再许愿望。我来讲，不好意思，你能听到吗？你感觉你脚会疼吼，肯定是伤大力。我觉得很漂亮哎，而且每一尊的这个菩萨都不太一样，而且没有想过它是在花莲哎。来抽签，这边有一个恋爱玉手跟总体运势。那这个抽完之后是也到，不管吉凶都要绑起来，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就是你觉得这个签里面有不顺遂的运势，你就可以绑起来。我绑在这边，可以给他哦，就是等于让神明来处理后续的。这是总体的哈，对，这是总体的，因为我们两个现在都没有资格抽爱情的，我要来一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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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觉大白菜要来，是凶还是吉呢？我来看看。哎呦，大吉哦！总体运有人会和你站在一起，支持你，有时候依靠他人也是有必要的。你的努力会让周围的关系变更和谐。是。那小帮我念一下 ，OK。因为我刚刚认真的看了很久。那我看到终极也很棒啊，也很棒。OK， 想象力比平时更加丰富，表现力也更加增强了。多去接触一些美好的事物，让你的内心充满力量。就只是脸型比较方，但不要太在意啊。没有这一句。那你得到幸运的物品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最近电影看一部好电影，把电影票留在自己身上。那我们两个都不用绑。对啊，这个带回去。
这个当作是一个神明给我们的祝福。到底有没有那么厉害？真的，哎，不是你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，不要钱。这不好吃的不要钱哦，不是厉害哦，一定要来感受一下。世界是谁帮你评出来的世界？全世界各国人通通来吃过，他每一个吃过之后呢，都会回头再来吃。我只会说不要米其林来认定啦，就这些客人来跟我认定就可以了。这是对你最大的肯定。这个回头吃有多困难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来来来，你回头吃吃看看。好难哦，好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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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而且听说你们家的马告不跟别人不一样。对，我们的马告呢是用盐巴去腌过之后呢，让它脱水。它脱水脱干净了以后，我们是等它果核自己出油来补充水分。是，那个油脂出来之后呢，它会更香更好吃。而且呢，我们的马告不像外面呢是硬邦邦的，我们是脆软，而且里面还有一点点汤汁。真的，就是从果核里头出来那个油脂，它会香啊，而且你还容易保存啊，所以会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嘛。很有自信呢。当然喽。所以可以，其实可以先。干吃来看看哦，对对对。你看起来干干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现在咬看看，外面吃的是骨，它的香气特别浓。不好意思，掉进鼻孔里面，你鼻孔太大了吧。哎，真的有点水分，然后类似像柠檬的柠檬香茅的味道，香茅马上爆开来呀！哎呦，像火山喷飞一样，啊！它还有点辣辣哦。五分钟时间过后之后呢，哎，你的舌头喉咙就马上回甘回甜呐，喝水都变成更甜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没错，五分钟就会退了，帮我补一下，帮我补一下。五分钟后再叫你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刚刚有神明在，现在已经退了。对对 ，take 啊 take 啊。哎，我觉得真的很香，是香，而且充满了整个鼻腔、口腔、咽喉，被那个香气留蛮久的。这个是你单吃，我的香肠里面马告跟蒜头我都灌在里面了。哦，那么这个呢，另外再请你配着吃，完全就没有你刚才讲那个麻跟辣。好，好了，好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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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里面汤汁要输给鼎泰丰汤包不用钱，你再配着吃吃看。哎，真的哦，别的地方没有吃过这样子的一个配方。我算是一个香肠达人，所到之处一定要吃一个在地的香肠。我觉得今天呢来花莲呢，这个熊猴街这个地方，哎，觉得有被挑战到，是哦，好像呢有真的是超越了很多。它有一种独特性，大家都是配蒜头，然后他们是直接给你配。哎，对，蒜头哈，传统吃香肠啊，我们咬一口香肠再配一口蒜头啊，那个呛味就把你的香肠的那个什么新不新鲜都已经抵掉了压掉了嘛，所以说你根本就吃不出说哦香肠到底它的香气在哪里。因为你刚刚感受到它那个香肠味道之后，你再咬一个那个马告，就刚好它那种柠檬草香茅的味道会帮你把油脂做一个收掉，然后让你变留一些香气。是是是是是是，然后呢最后呢原汁原味的这个马告呢，新鲜的再吃几颗。对啊，你真的是爆浆的吃，连那个都爆浆了。是，哎呀，好吃有它的厉害之处。小哥，你知道？我知道，那个舌头都快吃进去。他不是说登山这种世界好吃的香肠之外，还有一个也很对你的胃，咸猪肉。那咸猪肉也很好吃。它是马告去腌的，我们家的咸猪肉是不死咸的。你吃起来会觉得比较清淡，但是呢，我们是希望你吃到它的那个肉的鲜甜味道，然后呢，再配上我们家特别找来的一个洋葱，那个洋葱哦，没有泡过冰，没有泡过水啊，超甜的，超甜的，你很有说服力哦，我都很想搬到你们家来，欢迎你来。我们没有防腐剂，没有亚硝酸之外呢，我们都是当天的温体猪肉。哇，那是你太太吗？是的，你看她的背后的汗，对啊，已经都形成他们家最美丽的地图了。对。来，四个来，咸猪肉。好，那么这是山猪的吗？哦，这个是九糟猪。
咸猪肉哦。好，老板，这是山猪的吗？哦，这个是九糟猪，这个是吃九糟跟牧草养大的猪的，也就更不会有腥味了，不会有腥味，不会有腥味。来尝尝看一下，什么叫做不死咸的咸猪肉？好，好不好？它有一种烟熏的那种感觉。那老板，我怎么知道它的甜味？腌制的方式跟我们哦这个肉的新鲜度有直接关系，要越简单越方便的方式去调味。你用什么方式？哎，这个就不能告诉，不能告诉我。那不要告诉我，你用写的啊。而且它旁边还有那种脆皮，脆皮真的是超好吃。我们要吃到好吃的，我们要喊你一个口号。好吃无比，无比，快乐无比，无比，爱情无比，无比。很好玩，洋葱知道吗？有，它的洋葱真的很厉害，没有泡过冰，没有泡过水哦，有点像水梨耶。哎，有客人说哦，哎，这个是洋葱界的水梨呀。这个是我们富里乡池上跟富里交界一个老农民，他种了一些洋葱呢，所以我们呢特地跟他要了一些过来。这个甜度真的是非常的高，对不对？新鲜脆口。哦，来到这边的千万不要错过哦，无与伦比，无比，好吃无比，无比，好希望，不要忘记我哦，不要忘记无比哦，快乐无比，无比。大嫂，再切一个香肠给我们，我们也希望那香肠你再合起来，合起来哦，谢谢。今天晚上我们把在地的好朋友老板们都 call 来，都 call 来了，对，看要办一个烤趴，是。小哥，我们在下来找谁？你看到他，你会觉得很熟悉。哎，那个背影有点熟悉哦。哎呦呦呦呦！哒哒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花莲的水族箱都在这里。谢谢志伟哥。哇，哎呦，我刚好在挑鱼啊。花莲叫什么？慢波鱼。慢波鱼长这样，最大的身体，全身都是胶质。然后每天我都会来这边买，因为他们的鱼都是定制渔网的。哦，定制渔网的鱼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就剩一些，那些都会来这边挑。啊，这个是重庆市场。对对，这边的东西比较多，所以我们花莲的老板几乎都是来这边采买，因为很丰富。对，它这里面东西很多，而且很长很大。嗨，摊贩非常多。打工的啦，打工哦。那个那刮坏了，那个打工弄破。对啦，看一大只只安尼啦。OK， 谢谢，生意兴隆。赞，因为我要不同种鱼种嘛，所以我都会去他那边买，然后可是都是朋友啊、船长啊，或是我师傅钓的鱼都会交给他。现在是因为比较晚，所以鱼烧很多，不然会如果像天气好或是流水好的话，它会整个都是满的，会更多。那但是这里现在都很棒，这都火的，预留的。你的今天有什么厉害的？对，花莲特别请老板帮你留的，对，花莲的手钓鱼。哦，这手。手钓鱼，然后红喉，红喉，对，现在很漂亮哦。我是花莲在养的金鱼，比较大条，哎喂，大只哦，大长虾，哦，大长虾，哇塞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辛苦了。这一区比较旁边就是一些小农，然后还有一些原住民大姐啊，他们自己种的东西，然后他比较小单位，所以有很多东西都很特别。哇，这是煎螺，对，这是人家讲的台风螺，煎螺，然后月光螺，月光螺，我这个觉得很厉害，对啊对啊，都还活的。这是自己抓的吗？晚上潜水下去，潜水这个都是那个生煎仔那边的，你下去。郑正义是许孝顺呐，许孝顺啊，郑敬一起郑敬一，哪什么？哪一个是沈文成？我是许孝顺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山葡萄吗？葡萄，小的，吃看看，小的，甜呐，请你吃，明白 QQ 哦，哇哇哇，甜，明白 QQ， 不甜，酸。这是酿酒的，这是酿酒的，酿酒的。你跟这个妈妈，我现在全身起鸡皮疙瘩。哎，看一下，拍我一下我的鸡皮疙瘩，你看。啊！哦！啊！
他说他挑的比较不会挑的啦，你挑你挑你挑，甜的，为什么甜？甜，真的差那么多。你挑的，你不会啊？甜的，嗷嗷，吃一个比喝咖啡还有用。是来来来，和上一下，来来来，我们现在正在拍，我们马上有，马上有，不是的，我们现在正在拍节目，马上去，阿拉，等我一下，等我拍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稍等，这是什么程序？帮我跟徐先生照一张吧。还没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人一只。这个是什么？还没有，还没了，还没了，还没了。知道吗？这是藤心。藤心，以前什么叫什么叫藤心？你就是我的甜心。甜心。不是。被拒绝了。老师在打屁股的藤。哦，那个哦，藤条的。然后孩子不乖就打。对对。有没有被老师打过？有。漂亮！我长这个样子不会打才怪。漂亮！一二三 ，Thank you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猪爸爸，耶！这就是越南吗？哎，真的很多样。对，种类很多。这空盘哦，这里太丰富了。对，它种类超多的，什么都有。对啊，哇，怎么这么大个？是活的，而且它是可以吃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以吃，但是很难挖。很难挖，很难挖。那要怎么敲啊？但是谁敲啊？还是用头可以吗？来来来，试试看。啊，敲得出来！来来来来，敲得出来！再来来，这颗送给你，一二三。啊，跟九桃一样哎，他本来就很硬。哦，这个阿纪从头笑到尾，他这个硬的躺在空中。哦，啊，我里面也有点装一点石头，所以 OK。哇，好精致的水果。这是什么？叶盐，它牵牛花是同，对，它是牵牛的一种，它就是可以吃的，可以吃的。牵牛花是早上开花，它是晚上开花。哦，花莲哦，这个怦然心动，心动。吃的会怦然心动，看的也会。哇，这是香水金针，特殊的味道。一般我们金针花的那个籽都要挑掉，不然你会拉肚子。它这种就不用，这种不用。然后这种也会比较香，这小瓜很厉害。哎，就这种小瓜，这可以直接吃的，那个是水果的水果小瓜，它可以里面吃，这是可以吃。一年一半，对，很像石感，你看起来像。对，它是皮比较薄，水分会比较多。嗯，跟我好像皮好薄，我糖不好意思。是啊，会碰腿。哎，有小黄瓜的香气啊。对，但它水分比更多。它没有刺，这个也很特别，它完全没有刺。这个叫纸层，我把它切一个小口，让它出来。那到底纸层有多厉害？对，我随便抓了，就是这个，因为它里面有红色，有好几个颜色。哦，这样。难道是里面的红肉吗？它自己会一直跑出来。试试看。这那就是什么？水果。它是弄在鱼啊肉上面。对，或是我们生蚝上面买一些。我看它没有怎么样，我才能吃啊。但是我们老师交代。我都已经先吃了，不是吗？它就是，它就像柠檬一样，它有点像柠檬加葡萄柚的感觉。那它会有不同颜色，有时候会比较偏橘色、粉色。对，里面会有好几个颜色。哦，那这个回甘的甜是很好的。可是它放在鱼肉上面，或者是高档日式料理里面，它会吃到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灯笼椒。灯笼椒。然后你现在吃它是不辣的哦，对，可是它到手的时候是非常辣。香味很好哎，像甜椒一样。我讲，我现在吃就不会怎么样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对，我刚一直吃。就是第一口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是味觉还没有。哦。还有屁呀！有那么屁耶？有那么夸张吗？这个有花香。好像，要不要喝一点水啊？好丰富啊，好酸啊。威哥一直很酸，我一直觉得虽然很酸，但是我好喜欢它那种咬起来像鱼子那种碧波的感觉，我就一直挤，我一个人吃掉一根，而且这汤看起来好漂亮，好对啊，谢谢。
我觉得他们家有点像花店，对，很精致。对，他不同时节东西会很特殊的很多，而且姐姐也更像一朵花，对对对对，亮亮的向日葵。嗯，花下去那我都睡不着。没有关系，再打给威廉。哦，有厉害的，对对对，一头猪只有两块肉，看一下看一下，你好你好，跟台湾呢，本人比较帅。哎呦啊，千万不要这样，我那一天呢从路边走过被警察抓走，就长太丑了，对，太夸张了。我们要来选一个比较厉害的肉，猪，一条猪。大部分都是对称的，都是两块。对。那我们这个老板特别选的，他选的这是最高贵肉，贵妃肉，这个也是下冷掉完了呀。嗯。一头猪就这两块，一头猪就这两块。它哪个位置？这个就是在五花肉。嗯。最前面的那一碗，哦，这个就是已经切一半了啦。但是今天不知道我们制作单位有没有安排说要 PK 什么，没有，没有赢到的话我就不能吃，因为2023年我从头输到尾。这样正好啊，大部分都输的人吃啊。像你话过嘛，讲话话说人啉酒啊。OK OK， 对吧？你有半毫升，哇，这把都裂。当然，我们猪肉已经宽厚了。我带你去做鱼浆，还有鱼丸。哦，自己做最爽。嗯，老板谢谢哦。那这边就比较多像甜食或者是一些比较杂货类的东西这样。它有一些都是熟食，就是我们像在采买的时候，大家啊早上就会吃一下早餐这样。对，也都很好吃啊。我在这边买这，哇，这么多丸子。老板来试一个给我们看，这多少钱啊？这多少钱？哦。啊，就是内馅，内馅啊，对啊，嘿，唔惊人大只啦，哦，你看老板，这几条超几两，两瓜，两瓜 ，OK， 嗯，哦，放到水里面就好了，谢谢谢谢，这个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下，因为呢，刚刚跟老板问过，如果我们戴那个塑胶膜手套，对，他说阿黑不会都做啦，哎，应该用我的手下去做，才有手感，才有手感。志伟哥，你也会做吗？每次看到你的时候，好像挺简单，而且正经捏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。我看你讲，这个好丢完，得多少钱？我的福州贵台湾。哦，差不多这么大了，对对对。但是他先压一下，对，那个样子有没有？还要捏那么大不容易，而且它还蛮黏的。它每天现打的，它用那个我们这边特产鬼头刀跟奇鱼。哦。对，然后就是。嘿。对，好不好？现在不是很圆，但至少已经是个圆了。各行各业有它绝对的辛苦了，嗯，还有它真正的这个厉害的技术。反正这都自己吃啊。对对对，反正现在是包什么形状，晚上我们就烤东西这样。我能感觉它的那个鱼丸很 Q 很 Q 很 Q， 对，老跟他我弄两滴很厉害的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这只包虾子的怎么包不起来？现在老板在做，老板已经在动了，有没有？哦，压进去，你看，哦，而且它会旋转，它旋转，对啊，它一直在旋转。哎呦，哦，而且它是用。右手把它顶出来的，老板救我！现在看三下啊！你帮我带，把它带下去山上。因为刚才哦，老张打你，你就靠外头的。哦。这样哦，弄点什么来咬它，烤肉。哦，出汤。哦。好大一颗哦。对，而且他说里面就是有刚刚的那种。有虾子啊，有蛋啊，哦。这个可以吃了吗？这种。可以啊，但是。小麦，嗯，那个要沾一点那个甜辣酱，沾一点酱油，嗯，很好吃。来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感谢。那我们就出发了，好，走，再见，拜拜。太漂亮了！这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地方啊？我完全就是世界级的，这已经是超六星了。对啊，好美啊！哎，毛哥，终于等到你们来了。哦，这种是不是？这种是不是上水？这种是不是花莲上拍？是。好漂亮，好用心哦！啊，你怎么会下定决心？又弄一个这样的天地呢？对啊，我喜欢这种环境，就想要说脱离市区的那种感觉。你看这里有产比人还吵，
哇，还有一块这样的草皮，这样的环境哦。那目前我们这边还没有开始对外营业，还没开幕，还没有哦。知道顺哥你们要来，特别赶工赶起来的。我们是第一个开箱的。对呀、啊，好开心哦。最经典的是它的顶楼，前面喊，后面三是连接在一起，全部都五档，开五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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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档锁中嘛。看一下，哎呦喂啊，这个四个都是海的，哦，那就是太平洋。哎，你知道吗，威哥？他们说那花莲的，他们最骄傲的就是跟太平洋那个太阳日出日落的时候，对，就那种平行阳光线，而且这个还不用出去看日出啊，只要把枕头这样稍微调高15度就可以看到日出了。那边就是清水断崖的方向，对，就是那个方向，对，哎，然后连在一起，所以这边是花东纵谷，感觉是被两座山包住，然后面临一个海，中央山脉、海岸山脉、花东纵谷、太平洋，这是什么格局啊？是啊，而且这是几度？包括洗澡的部分是270度。洗澡如果没有挡的话，要很有自信哦。舒服啊！哎，你们那里弄李白啊？好嘞，哎，这个很滑很滑，疼痛无比啊，无比。这边还是可以穿透这个镜子。对，那这边整个花莲的大后山，大山，这个其实就算是下雨天都觉得美。那这边要稍微注意，如果白天的话，几乎是不会有人看到，所以门窗不要拉。啊，如果洗澡的时候稍微注意，因为很多老鹰会在天上看哦，所以有时候会冲。哎，很棒很棒。OK OK， 来，那我们先下楼了哈。哎喂，这个浴缸还蛮大的。对。我上次不是有在那个东大门那边有没有？对，他不是有去烤那个。哇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哦，好烫，好烫啊！小高，小高，小高，对对对，你好朋友。小高其实长得不太高，嗯，对他真的不高。哎，小高哥。高老板，哎，想念你啊！因为我们要在这个今天晚上要在这边要烤肉，对，要烤肉，然后可以跟你 A 一点玉米过来烤。啊，你有没有空一起来？等一下会在哪边？我们就跟你拿。那你把地址传给我们，我们去找你。嗯。那晚点见了哈。晚点见。好，小高，拜拜。哇，转过来就刚好面对花莲的大山。那我们要去找小高。对，而且我觉得我们晚上的烤肉趴，每一道食材都是样样精彩。把他们最厉害的全部都拿出来分享了。耶，出发吧！耶，小人耶。家族事业是不是？太激动了吧，太嗨了，电灯泡都打下来了。小高，哎，来来来，上车上车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也是自己的店哦。哎，算是啊，算我们自己的店啊。上车了，好好好，走了，出发。OK， 小高，哎，哎，我记得以前这边。好像是那个搞花贝哈，对啊，这边以前是搞花贝，现在改名叫香榭大道。哦，以前搞花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那是炖糕哟，哎，算是大水沟啊，对，超大的水沟，这整片就是大条的水沟，都是填起来的，对了，这边以前很热闹。是玩娱乐的地方吗？娱乐场所，什么都有，餐厅玩的、吃的、喝的、吃喝玩乐、食衣住行都有。然后这是以前的戏院，戏院在这里，对，
所以算是以前花莲最热闹的地方了哦。很重要，这边赚取外汇，在这里超级热闹的地方，比花莲市还热闹。因为以前这边有很多外国的来往客商啊，大家在那边寻求最刺激的娱乐，就会到这个地方来。你现在现在变很多是年轻人运动休闲，对，现在就是很多小朋友啊，年轻人可以在这边玩滑板，所以呢就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休憩中心哦。这边前阵子去年有一个活动很厉害，办那个国际走秀，是是啊，你有来穿一下比基尼吗？没有，我来偷拍照哎。刚好紧邻过去就是港边了，前面就是大海了。我们把车停这边。哎，你知道城市风貌就这样子一个不小心，对，转化了一下，整个环境都不一样。现在这条新大道叫什么？这叫香榭大道。它香榭大道这么漂亮，你看田光文，他在叫搞阿贝，就叫香榭大道，这个落差很大。他真的只是刚开始做，他还没到完全的成品。现在就只是把那个水沟，可能下面做一个河沟整治，是，然后上面呢把它覆盖好。他以前真的是很热闹，因为我来花莲就很早，以前呢这两边都是商店，对。然后呢，甚至连水沟上面边边窗户打开，后面就是水沟了。这边也是店哦，那后面就是水。就刚刚我们走过来这个马路，然后大家可能就是生活用水啊，什么洗过的全部都过来一样。在这条水沟位比较大哦，这种天气的话就有一种很 special 的，就是所谓香味嘛，香气香气，香味大道。然后呢，因为以前这里有全世界很多大石头都在这边设厂，所以这边有很多外国人来。那现在城市的风貌改变，你看多了很多休憩空间。傍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带小朋友来溜溜冰啊，滑步车这样。啊，这边右边就是我们的重庆市场。哦，有有，早上的时候我们在这边，以前很多东西采买啊。对对对，以前我们现在走这条，以前也是菜市场，从文创园区，可以一路走过来，走过这条，然后再进夜市消费，然后前面又可以看个海，再往前走就是南滨。现在弄好之后啊，是。我们这边多了很多文青的咖啡厅哦，很有气势，因为有老房子嘛。对对对，可是哎，真的生意都很好，都是打卡景点。我前阵之前来采访的时候，发现很多一些店家，哎，你好，欢迎来到我们花莲东大，一定要的，哎，棒棒。我们再往前走，前面就是观海，花莲没有夕阳，日出的时候会非常漂亮。然后你看，我们刚刚经过一个共荣公园，那个亲子设施非常多。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溜滑梯那么长的。对，而且很刺激，是不是？一般就是我来了，知道了吧？对，我来了，妈妈你在哪里？还要换气，还要换气。对，还要换气。哇，这里就直接看到太平洋。对啊，你看那个 view 真的很好。哎，没有，很舒服这样。哇，你看，海阔天空，很漂亮哎。因为傍晚运动其实真的很很疗愈。面对同一个太平洋，今天这种热力。仿佛来到了夏威夷。眺望着太平洋，那现在呢一回头又回到了夜市里面了。我们就往下走，就是夜市。这个去年来的时候呢，没什么人，那天又下大雨，对，一个街上就只有我们三个人，是，对。现在西风残雨的人流都回来了。OK， 那这里是大巴力士了。那小高，玉米你先去处理，我要带他去哪里看看他的伤心地。好，那我帮你们准备我的新研发的宅配烤玉米，还有剥皮辣椒虾。哎呦，有，厉害厉害。俗话说得好。在哪里跌倒应该怎么样？在哪里趴下？不是啊，在哪里跌倒应该在哪里擦药？比如说我们要再回去原本我的伤心地，再厮杀一次。我最近赚了很多钱，真的要帮你买一块地啊，伤心地。我现在就是快乐无比，无比。哎，你好你好，谢谢谢谢。出发！笑奶奶，出发吧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呦，这里有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听起来很厉害哦。这个感觉是新的游戏哦，国圣杯中大奖。好，给他，我先抛一次给我们看看。好，好，这里随你摆，有个倾斜度，抛进框里面就。怎么样算赢？圣杯数为主。哦，圣杯数。对，看你几个圣杯给我。
哦呦，这样也算吗？当然就不算了，过线就不算了。哦，那几次？七次机会，一般基本奖。好，那我们的圣杯给我们的。我觉得这个我不一定会赢哦，这跟神明有关系的。你跟耶稣祷告一下就有了啦。因为这有点抛，还是要有点，还有点运气，这样才有技术的挑战。对，不然你都用神明控制。那边可以走，黑色前面那一块。那边可以走，没有，我来看他们这边玩什么啦。没有那么远，我想说你要回民宿了嘞。没有那么远的，回来哦。这里就好。这里。这里就可以，这里。来哦，一人一次哦。好，你先。就有点距离。哎，连线，这个就没有了。哎，也没有到。哎，也没有到。这样就有技术含量了。这个不容易。OK， go。还有，有机会哦。好，摇了，去飞哦。好了，这个。哎呦，一人一杯哦。你有没有人曾经就是七次连续都有的？有哦，有，我就是那一个人选。哎呦啊哇，太阿莱伯森，阿莱伯森飞出去，飞出去。哦，好了，顺哥来。哇，哎呦，好，给了，开始。哦，这样没有杯。好，来，顺哥加油了。哎，也没有，也没有，哎呦呦！第四局，好 ，OK， 走，有了，哎，抢杯，这个算什么？也算有，也是，这个算有，算有，对，立杯，立杯是不容易的，来，哦，秋杯，目前平手。第五次哦，哎，那我们比五次的就是关键的，哎呦，五次直接决胜负了，对，来，好，2-2，哒哒哒，哇，连着第几组们，好的，哎呦，我吧，来呀，有了，有了，哦，得记住来啊，他妈别再闹亏。嘿！哦，没亏啊！真的是蛮悬的。其实我没做什么事情，大部分都是我儿子在做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赢了，所以我可能会开始签一些乐透。强运啊，挡不住啊，没得惊啦，险胜哎，好激烈哦！有没有参加奖？有。谢谢，可可爱爱。好，哒哒哒哒哒。哦。参加的。耶。哦。你说是不是在哪里受伤就在哪里擦药？我复活了，我站起来了。OK， 反正明年还是一定要来花莲的。对。所以呢，我还有很多机会。下次呢，我们的东大夜市再来一次。是。小奶奶。猪爸爸，我看到他胜利的感觉，我还真的替他开心。当风来的时候，你就能迎风而上，然后让大家看到你的存在。威哥加油！先生，来，你路过贵宝地，是不是算命的？是。来了，怎么算？40岁了没有？啊，快满40了。快满40了。对，先把右手伸出来。哦，右手。哎，恭喜！哎，5只指头都能打开啊！哦，恭喜！对。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，它有点脏，要去洗一下。哦，好。嗯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突然清醒了，恍然大悟。清醒，在这里好像算命的啊，小顺。OK 的，这么多朋友在看，对，别在那露几手真功夫啊。哎，小高，还没有啊？哎呦喂呀！所以刚刚谁赢了？我刚，我赢了，当然是他赢。我们2024，我们威哥年。对。哇，那这个就是想要退兵，然后烤一下就 OK 了。对。而且你都已经腌好了，是不是？
烤好了，直接可以吃，可以吃，稍微热一下，其实可以微波啊，隔水加的，还气炸锅这样。哦，太棒了，对，那我们就先过去了。好，我们先帮你生火。对，今天我不用烤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今天不用烤，没有没有没有。那一般呢，我们在电视里面要出去都是用跳的，咻就不见了。对对对，来，1、2、3。哎哎，他算有在看，还是开车好了。对，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道歉启事，是相当的不好意思哦。对，因为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把呢花莲的最重要的几位餐厅的老板全部呢抠到这个现场来了。对，所以现在呢，整个花莲呈现一个空城的现况。他们哇，现在在排队，然后等服这些人气老板呐，新兴面馆的老板人在这里。伟哥，好不好？是伟哥，在我右手边，然后你左手边的这个花莲呢最棒的呢牛肉汤，对，老板也在现场了。豪哥哦。然后呢，小高老板，那个整个摊位的那个玉蜀黍全部自己拿，OK， 现在也在现场了，然后呢，志伟哥又把两个花莲很重要的花莲最大的水产的老板，然后今天到现场，他们有做立功的。花莲最高档的那个无菜单料理陈卫所的主厨，哇塞哇塞哇塞，在现场。今天这个这么重要、这么隆重，其实就是为我们两位啊。对，是吗？现在很多人，我们来花莲的食客，现在街上流浪了，好不好？请各位再次原谅我们，我们道歉无比，无比，无比，快乐无比，无比，好吃无比，无比，无与伦比，无比。帮我们再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对，这个贵妃肉，贵妃肉，刚刚算一下，至少应该有11头猪才这一盘。哇！然后这个是我钓的手钓鱼，这手钓的呢，而且很新鲜，你看到现在那个皮光还这么亮。对对对。然后这是生蚝吗？对，生蚝是陈卫所的主厨带的生蚝跟乌鱼子。这是早上买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活的，对，是活的，还活的，真的。然后是东麦局老板带来，东麦局，东麦局，哇，哦，是用在地食材做波比大小的香肠，哇，哎呦喂，而且满满的我们菜市场早上重庆菜市场的所有的食蔬都在现场。那是不是也要演艺圈也要有所表示一下？对啊，因为我今天看人数好像算蛮够的，对，应该可以来煮个，就比如说花莲胖胖糖，要不要？不要，对对。先交给主厨帮我们处理一下，谢谢你哦。OK， 谢谢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来。耶，这个我们胖胖糖准备已经成立了。是的，对对。那你要给每个人角色啊。好，因为胖胖糖有胖胖糖的位置嘛。对对对。那我是，你应该就是阿伟了。哎，阿伟，因为你跟阿伟比较熟悉，然后身最重要是身高啦。我觉得伟哥他有那种 rock 的灵魂。哎呦，有没有？那我们那个小玉是小玉，你就是小玉，帅到不行。哎，你有点敖犬的感觉。哦，对，因为主要有什么特色？就比较人比较鸡歪。他不会是王子吧？王子他爸大概是这样子，国王，那也就是小杰了。你要当威廉，威廉他比较没有什么才艺，而且你哥如果唱的不错的话，真的可以代替威廉。对对对，那你就小杰，对对对对，偶像有偶像的气质，对对对，这样子就可以。我们这样有没有镜头这样拍过来，我们就是很有气势的感觉。好，好，最高，随时都有人正在嘲笑我们。随时都有人看不习惯我们，听众所有你们的声音，请你们仔细听听。我爱棒棒糖，我爱棒棒糖，我爱棒棒糖。我爱许孝顺，我爱许孝顺，我爱许孝顺，我爱许孝顺。哎呦！耶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
谁叫他起 key 的？完全不对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许愿许愿，很感动，而且呢，有这个机会到花莲来过生日，我先吹吹蜡烛。好好好。这个笑脸猪爸爸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节目，大家就像家庭一样。然后呢，又是呢，哇塞 ，Happy Birthday！ 哇，那有这么多好朋友，志伟哥，有毛哥，然后有小高哥，今天还有几位新的朋友，大家一起。来加入在这个大家庭里面，我先许个愿，第一个呢，我许大家的健健康康，每个老板大家大发利是，快乐无比，无比，大家都身体健康，家里呢每个大大小小，大家呢都平平安安，无比，无比 ，Happy Birthday。花莲这群朋友，四个字不可思议。做那个海报，哦，真的感动到一个内心澎湃，真的感恩感恩。我觉得能够跟他们交为成为朋友，是我们的福气，真的蛮感动。每次来真的都有不一样的。交这些好朋友是无与伦比的，无比最厉害的。介绍一下，哇塞，这个是只有特别，这是鲑鱼的，是不是？花莲在地的红斑鱼的鲑鱼。哦，听说是只是佛拍照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啊，可以吃啊，可以吃，可以吃，都是新鲜的啦。听说这次来以后，他都不太认识我们，他就可以再来找你。OK， 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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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福电视机前面的每一个家人，每天都很健康、开心、欢乐无比，无比。出发吧！啊，太棒了！感动，感动，感动！真的，真的，威哥，我们节目真的太幸福了。这么多好朋友呢，真的呢，播出时间，然后呢，用这么多这么好、这么棒的食材。谢谢大家，快乐无比，无比！来来来，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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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像是鲜肉。这个就是贵妃肉，贵妃肉，哇，最香的。大厨烤出来的不一样哎，只剩的香肠好厉害，它有点辣味，都比辣椒的，都比辣椒。我刚刚吃那个生蚝，它这上面就撒了一点紫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好提味，好鲜哦。当然，因为你看它那种鲜甜，比较能够把海鲜的那个海味拉出来。就是说，很难得会遇到一个相对味的哈。对啊。嗯，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好吃，超级的，超级 super。嗯。大家 tempo 都没有。嗯，稍微预备去。就因为参加了笑脸猪爸爸的这个录影，我觉得跟着大家一起工作，哇，这要好努力的，每一次的出班，每一次跟大家相聚的时间，都要把它善用到淋漓尽致，把每一个好的去处、好吃的物件跟大家呢分享。我们因为最近发现我们要跟流量靠齐，所以我们找了我们流量密码小毛哥，请教一下前辈哈，有400多万的前辈，要什么样的那个形状才会讨人喜欢？就是前面就是很正式，对，然后后面就是让人家
觉得很惊讶的感觉。因为你是艺术的大师啊，我现在已经在想，我是 model， 那、啊、你是负责对创作。你知道，其实有一种那种影片很多人看，就是那种女模特，她就是衣服，然后直接那种衣。让大师直接现场这样子，可以有可以有啊，来来来，一个衣构图，对，你现在是满头问号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对啊，你说真的，你这件穿回去给卓卓看，他也会很爱，开心开心，他真的会超开心，感是不是？他一定会爱的，这个不能剪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里留一条这样，中间也留一条哈，不然他旁边这里下面那一圈要留着就可以。可以哈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蛮抓痒蛮方便。哎，转过来转过来，你讲 Romney 比较歪，而且还画到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我现在背该不会是有一些芝麻斑点吧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拍子吧，第一次看到一个猪头这么有自信，耶，太棒了，无与伦比，无比。小高，哎，你看一下是不是这边？再往前哦。你说他们腊肉很不错，是不是？这个什么食堂这里吗？是，还有汤哦，腊肉有汤，真的假的？还有一个少女站在门口，那个是，你有看到她吗？她是老板娘吗？哦，美女老板娘，那就 OK 了，是美女就 OK。谢谢小高老板，那感谢你哦，挂了哈。好，拜拜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欢迎我们的贵宾。哎，不敢不敢不敢。那你这个环境是看起来像一个旧式建筑？对，就是以前日式时代的那个军指挥部。指挥部。那它这里面的话，都大部分都是块木。花莲的到处都是国宝级的那个物件建材。对对对。像我们这个桌子也是块木的。哦，真的。哦，还放在外面，春风露宿。有要卖吗？有要卖吗？没有。连这一块应该都是块木的。看这个斑纹，嗯，好，哎呦，这个很可爱呢，很有味道啊。哦，这餐点太厉害了啦！对，你光看到这个荷包蛋，对，它整个半熟蛋哦，从山顶上慢慢往下流的。哦，那个角度，这没有咬他一口我就说不过去了。为什么会开这一家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好菜？这都是我们家私房菜，因为之前都把它做成产品，那现在觉得有个实体店面可以分享也不错。而且是跟客家有关系哦。嗯，对，因为我们是客家人，那这就是小时候阿嬷的味道。哦，腊肉也是吗？因为爷爷就是在卖猪肉嘛，那就是阿伯他们那一代在做，那爸爸。以前就是在家里帮忙，所以学到的手艺。那个泡菜啊，奶黑黑咖色的，所以呢，这种口味很熟悉，很熟悉啊，很亲切。你跟你讲那个好强哦，哎，那腊肉是那种烟熏的香气，很非常非常明显，刚好先冲出来，让它把它包住整个饭的那种香气。哦，黑卡卡西龙哦，你不是哦，不是，客家人真的好厉害哦。对，他们以前哦，就是做很出众的工作，所以吃的呢又会比较咸一点点。对，但是呢，每一碗饭或者每一个肉都很扎实。来看一下国宝级的猪肚，这是没有用任何水去煮出来的哦，无水哦，没有水，但是又怎么蒸出来里面这样子汤汁还这么浓郁？真的呀，用纯酒下去用酒哦，厉害了呗，100%的酒，不加一滴水，然后再加上酱油跟蒜头，就这样流制。哇，细不细？哎呦，这块皮，哎呦，
啊，这也是阿嬷传下来的私房菜，秋罗菜。嗯，哇吼，这个一定要来一口饭。嗯，这个太对味了。其实它留了一点酒香，但是它完全没有酒味了。对，好吃，很好吃哦，真的。嗯，这一块可能里面还有点蹄筋，嗯，再加上里面那个它那个腱子，嗯，太厉害了，我舍不得吃。给你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值得我这样做吗？值得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刚刚咬到那个精脆的地方，可能是那个转折哈。对，它 Q Q 软软的。对，膝盖转折那个筋，那地方最赞的。这是梅花肉，就是我们烤肉的时候我妈腌制的。那因为大家就反应很好，所以我们也拿来当做餐点。用烤的话，它味道会更香。嗯，厉害。嗯，那搭配我们自己腌制的小黄瓜跟白萝卜也很，就是解腻。吃不下饭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有这个菜。嗯，我们有些菜都是会用我们自己菜园里面的菜来做。你们自己还有菜园哦？有啊，待会你就看得到。哇，人家的阿嬷为什么都比较厉害？旋转、倒转、倒转。哦。这里还有我们自制的四神汤。哦，四神汤不是开玩笑的。嗯，这汤你一定要喝一下。我说你一定要喝一下，那不是不一定现在啊。啊，应该就喝了没？你像你这个腊肉，它是不是也要有一个时间段的过程？我们腌制的话，它就要腌制五天。我们肉都切3到4公分厚，所以它腌制时间会比较长。我们腊肉有特别的香气，就是因为它熏制的材料不一样。我们今天在熏制，看你们要不要来体验看看。一定要，一定要。嗯，我跟你讲，他看我们要不要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。我们待会要搭4点多的火车回去。没有要回去。拜托你来好吗？哦，那可以可以，我现在最怕人家拜托了。我们带到菜园来。对啊，来到这么一个深远神秘的地方，到底什么材料是那么厉害的？就是这个。啊，甘蔗。对，没错，我们的腊肉就是用甘蔗烟熏的。要砍哪一株？这个。从根部。对，从根部砍，把它砍。那个可以再种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可以再种，然后砍成这样小球就可以了。OK， 来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来我来。那这样子一根大概可以熏多久？就是大概比如说你一次要，我们一次大概要10根，那要熏7到8个小时。哦，对，熏是最复杂的过程嘛。对啊，因为要注意火候。嗯哼哼。好，然后甘蔗要不停的换，不然它就是会容易熏黑。没那么容易哦。然后你要用那个背部从后面卡回来。哦。来，这以前你们种的吗？本来是为了要吃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为了要熏腊肉。哦哟，哎呦，对，一刀一刀。哎呦，不吃猴哦，唔食狗，唔食狗。你有没有看到？嗯，这里都长苗出来了。对，所以他就把它这个再放地上，它就会长一根一根的。是，真的真的，甘蔗算是很会长的哦。对。哎呦，哎呦，还好，还好。真的。我发现没有飞出去。对，有点斜度了。哦，这个，哎，我们早上才检查过的。对呀。危险。嗯。从下面。哦，这只也比较硬一点。哦，那你们多久要会开始熏一次？过年是最大宗，那平常的话一个月做1到2次，一次都差不多200斤。哦，红甘蔗是制糖用的，糖分很高。对，腊肉它就是要甜度够，它先熏出来才会有烟。差不多，我现在2刀就 OK 了。对，这样比较刚好。对。其实这平常是我妈在用的。哎，超假波转了1圈，你看，都没有告诉我们。对啊，差不多，那我们就可以回去熏。好好好。
来来来来，我们把他们供奉给学总。内湖的顶楼要种甘蔗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好 ，OK， 我来就好。谢谢。不会，用拖的。来 ，OK， 回去了。好，来。哎，那个李小姐是回来还要再把它敲扁哦。对啊，这样它才有办法释出它的那个水分跟甜分，才能烟熏这样子有烟。来，我来拱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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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拱。那它还有要有加什么秘方吗？就直接是甘蔗就很棒。哦，那现在刚好有一炉呢，是不是烧得快好了？对。哇哇。哇，那个香气你看，哇，而且每一个它那个腊肉的颜色也很漂亮哎，要丢一些油滋滋的。对，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已经烧过的要先把它剥开。哇塞，哦，屑屑的剥开，要不然会产生那个焦味的。对，而且它会越熏越黑。那你有时候那个身体不舒服会进去熏看看吗？不会，熏出来就变有黑有黑，很香，感觉很可口，油亮油亮哦。我觉得你蛮适合进去的，你太适合。你如果想要像健美先生一样，就可以进去。古铜色有没有？有。而且你看那个腊肉，每一根就好像一个部队，大家都是在那个烈阳下面练的精壮啊。你看那颜色多可口哦。对啊。你看它的烟就出来了。我稍微一点它就来了。对。但是好像没有看到火哦，不能。如果火着火的话，它已经开始在低油，表示它已经快好了。如果火起来的话，会整个烧掉。哦，对，所以连肉都烧掉。对，所以这一定要在这边顾。7-8个小时。对，7-8个小时。厉害厉害。就是完全靠这个来上色的，我们没有加色素、防腐剂或其他添加物。是。感谢你，感谢感谢感谢，终于让我们呢学了一个程序。好，谢谢。OK OK， 加油加油，再来。好。哦，好像进入一个城寨，一个部落里。马拉桑 ，Pico Dadan， No Me Adamputs。哎，哎呦，欢迎我们马拉桑猎人学校。帅了，看起来非常隆重哎。嗯。来，我们等下来这里，我们靠电扇一点。对，等一下会让你穿我们的传统服。对，这是男生，我们最里面那一个就是我们的片裙，这个一定要先穿上。好，对。阿美族是不是就我们原住民最大的族？啊，我们是人数最多。对，他们说阿美族比较高，也比较白一点。你也是阿美族的吗？对，因为男主外女主内啊，我们是母系社会，女生最大的，什么都是男生在做。那你们主要这个猎人学校是在教大家什么事？其实我们做体验就是比较适合那种全家大小，或是来花莲旅游，就是比较轻松的一个行程。哦，这个主任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不要拍照，不要拍后面了。没事，我们衣服太小了，韩版的。我今年流行韩版。是哦。对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给你戴的这个是我们的少男帽。我们今年18岁以下，好不好？少男十八岁。OK OK 哇。你的不一样哈。非顶60岁以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是属于公司的那个我们的耆老们，然后情人带背上就完成。哦哦。这是我们的。其实我们情人带呢，我们背它一定是右肩左斜，如果背左肩右斜是代表我们这一年内家里有在扶伤，家里在办丧事，对，而且家里有在扶伤的话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穿着我们的传统服。是，对。有没有看到那一群黑黑壮壮的？对对，老师们，他们都有事哦，很厉害。等一下他会带你们来体验我们的舞蹈。其实我们阿美族示爱呢，我们要找另一半就是要去。去抓情人带的，去找哦。而且这个是单身的男生才有资格背这种情人带。其实你已经已婚有老婆的，其实有时候他们这个已经不会在身上，自己的老婆都收走了。哦。所以单身女生要去找男生，那他一定要去看他有没有背上，因为背情人带。那会不会如果你们传统的时候有两个女生同时喜欢同一个的时候？哦，也会有。那怎么办？一起抓，看谁抓到。哦。阿美族的女生的力气是不是都很大？蛮大的，其实她有二头肌。我跟你讲，她没有拉到会丢石头的。今天非常荣幸，也非常开心。我一直觉得我很大只，结果安排我站在这个位置，我觉得像个小孩。你好渺小啊！
老板娘四九了。哎，我怎么了？好，放手。我以为头要凑过去，有点难度。很厉害。哎呦，浓哦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，怎么有人在拉我？仪式来了，仪式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呦，到底要不要接受？哦，哎呦呦，很大力的，很大力，很大力，很大力！嘿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哎，跟着，哎，哎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了，不行！等下我会被骂了。你们是阿妹族，我是汉族的，汉族回去会被老婆定。你们老婆在后面，阿妹族也会被老婆定的。我不是演的，我这个人我都是走真心的。没有跟祖宗讲一下，祖宗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。哎，真的。OK， 哦，我就这样子就可以。因为后面歌跳得比较快。哦。因为有点喘了嘛。没有很喘。其实早期我们只要16岁，我们就可以参加情人之夜这一件事。哦，算很早秋。但是现在法定年龄18岁是成年的嘛？对，现在我们都是18岁。嗯，我会不会还有68岁的也还在那个？应该坐在旁边当观众了。要走那么远嘛？你站进来我才会显瘦。你知道为什么他站你很远吗？是因为哦，你这上面会弄到眼睛的，这孔雀毛。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？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到我们的陷阱。啊，要牵着手去吗？不用了。是卡了吗 ？OK，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哦。好好。这种阿美族比较特别，是我们幼儿很喜欢用水果。各个水果都可以，只是呢，我们偏向于用凤梨。我们做陷阱呢，不是说一做马上就有猎物来上门，对，所以你需要放时间很长，需要时间，而且别的水果其实放久之后，它放久它烂掉之后，臭掉居多，但是凤梨不会，它放久虽然烂掉没有关系，但是它凤梨的效果香，它的香味会越来越重。假如我现在有凤梨，然后我来去抓它就会弹起来，我这样抓一下，哎。哦，它弹起来，只是这力道我们用的比较小。对对对，然后我就这样子就被锁住了。对，然后就这样啊啊啊，这样子。对，差不多是这意思。那后来大家吃你就哇，好难吃，对对对。地上就在你们的右手边。这个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在台湾这本岛，地上有哪些野生动物在地上行走？是山猪嘛，山枪嘛，然后鹿啊，熊，只要你想到这些，他都抓得到，包含野狗他也抓到，人他也抓得到。这种陷阱呢，我们这种传统陷阱，他抓到猎物，猎物比较不会受伤哦，它不会受伤，会比较新鲜。它比较需要用树枝的弹性，对，因为它如果它抓到挣脱的话，我们树枝就被往下弹，对，然后它差不多一个反作用，它又被弹回来，就拉回去，所以它的脚是不会去拉扯断，这样子脚能够大，对，就有时候不小心抓到一些。比较小只的，它还可以再放生。对对，是是是。这个我们地上陷阱，是我们阿美族做这个呢，几乎是抓山猪、野猪居多。野猪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都好，只要它出现在这个范围、这个区域，它代表一个农害。农作物会被吃掉，它什么都吃。台湾我们有一个植物叫做姑婆芋，知道吗？哦，知道。他们也会吃，它爱吃。它天敌只有人类而已，黑熊也不敢直接去抓它。台湾黑熊它属于亚种的黑熊，它不会到很大，体重顶多80-90公斤，好，就跟你差不多这样。对，差不多这样子。但是野猪没有，野猪只要它活到一定的岁数，它的体重都是破百的。好，这边给你们一个机会教育，如果你们真的在野外遇到野猪怎么办？你只有一件事可以做，就是爬树，没有其他的办法。但是我们爬树呢，不用爬得太高，只要超过它的高度的范围，大概猪咬不到你就好。对，它咬不到你就好了。我们要做陷阱之前呢，不是说我们到野外啊，看到觉得这边地势很漂亮，感觉会有动物出现，我们就在那边做陷阱。没有，其实我们要看它的足迹吗？对，那叫受尽。我们要去看找它的受尽委屈哦，跟它的受尽委屈。对，对，我们要去找它的受尽，跟它吃饭的区域在哪里？区域。这套陷阱现在只有完成70%而已，还不是完整的。接下来噱头在猪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？来了来了，哎，你的戏来了。你看哦，如果是他就会跳过去，
对，如果你们在野外行走，如果这棵挡在你的面前，你会踩它还是跨过去？跨过去，跨过去，跨过去。他们也是一样哦，他会直接多跨一步过来，就是重力。这样完成90%了，最后10%这很重要。有些猎人呢会用藤，或是用树枝，很多把它绑在上面，靠着就做一个伪装。哦。那有些猎人他会找附近的芋头，是姑婆芋，包覆套在上面，就是用植物的气味去盖住它。这才是我完整100%的现场。哦，哎，我们今天上了一课，等山猪过来了，我们的攻读生，攻读猪，可能要旁边一点，旁边要看一下。这里，压他是吧？啊啊！安全了，今天我们抓到一头智商没有很高的，哎。轻轻一碰就去了，真的很厉害呢。哎，越挣脱越紧呢。那这样好了，我们待会还有课程，你就在那边等着，因为等一下有很多人要来烤山猪。开始觉得烫烫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这个都讲完之后，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，就是我们的捕鱼。OK， 要去捕鱼喽。捕鱼，要唱歌吗？池塘的水满了，海浪滔滔，我们知道不怕。正气多而忘前化。是阿美族，我们家有参加过成年礼的男生，是一定要学会撒网。假设这里是鱼池，摆荡之后呢，好，直接抛，来了。哦，有，好，要稍微开一点。现在里面有很多鱼，然后慢慢的，对，我们就要慢慢的收回来。那个铅块也不能拉太快。对，那确定成那个铅块有沉底之后呢，就慢慢拉。就慢慢的这样收了，确定有鱼之后，它会掉到这个网袋里。这时候我们就分大鱼小鱼，小鱼一样丢回去，我们叫大鱼就好。对 ，OK， 这是我们的方式。好，等一下我就让你来做。好，好，来，准备哦，来喽，抓鱼喽！一、二、三，你手没有放，哎，你抓到一只鸟了啊！我手没有放啊。为什么我尝试都给他尝试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呢，在我过去我都尝试过了。我有一次把自己弄在网子里面，解了3天才解开。所以我怕大家呢，你太慢收工。你那个是陷阱吧？主人，来啦！哎，这次抓到3只鸟。他的错了，他的错。对对对对，屋檐的错了。这样子慢慢的收回来。哎，好像有哦。哎，有哦。哎，有抓到呢，有抓到鱼哦。那攻读生啊。2只哦，这里鱼货量很高的，看一下哈，有，这是我们的小明，小明，来，你们今天就两个人吃这只煮汤，煮汤才会饱，哦，哎，2只哎，哦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就不会饿着了，对，到1人1只嘛，哈哈哈 ，OK 啊，那么他下班了吧？下班，去领酬劳哦。那个晴天。我们这样两个人是吃不饱的，对，有没有什么建议？有，等一下你们要去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马拉松也需要我们的猎人餐，也都是那个师傅那个食去准备的食材。哦，等一下你们可以去那边。天条白龙，世界厨神。哇，那我们要真的要好好来拜见他一下。好像是两个地方，两间都是他们家的，要户外感哦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没有找一个很有自信的老板叫 Seven， 就你哦，不好意思，来，麻烦你到中间来。你自信是好事，但你怎么弄童工啊？哎，不是，这是自己小孩，很漂亮哎。爸爸是不是一个很自恋的？竟然他的名字会比你们家看板还要大。爸爸是不是有点神经的？哎，这边这一位，你在干嘛？看起来很认真的这一位，从头到尾都是零哎。那你做了什么事？你在算账哦。哦，这是儿子，儿子，这是全家大小都在这里帮忙。对，那你今天有准备什么样厉害的东西？到我的私人包厢。OK，Go。哦，这每一道料理好像看过，但仿佛又没看过的感觉。看过，但肯定没吃过。一般去一些餐厅，他不可能去买这么大盘子。
那个一个铁锅都那么大，嗯，这什么概念？看着就舒服。这个是这是什么？面包果。哦，面包果。哦，它的我们叫巴基鲁。那三根是固定。哎。哦。然后再焗烤这样。对。巴基鲁它不是四季，嗯，它大概就是现在才有季节啊。对。所以我今天去买一个，摩托车骑过去的时候，巴基鲁，嗯，我跟我朋友说，哎，赶快，赶快去买，赶快去买。我朋友就从另外一边骑过来，他说，没有啊，怎么只有鲁叉巴？鲁叉巴，哦，那反过来哦，你这边看过那个，我这边看过去，天哪！原住民的生鱼片，它是什么鱼？煎鱼啊，原住民的吃法很厉害。嗯，它有点像蒜泥白肉，但是它比蒜泥白肉的那个再大薄一些，其实蛮好吃的。那叫刷嘴哦，这是情人眼泪。情人的眼泪，对，长廊蛋啊，我知道，长廊听到雷公菜，雷公菜，下雨的时候才吃，对，哦，可以蹭它，可以蹭它，真的很好吃哎，因为它是一个很柔软的一种食物，对，像里面那个酱汁等于已经只能收到里面去了，四川的老卤，四川，让我想起他台中的老母，阿布啊。对，这道特别有情感，你看这哇，像我有时候吃东西会吃到很感动，就是哎，我就来不及带我妈来吃，对，因为那是一种感觉。嗯，没事，我会常常带你出来吃饭。你以为参加这个节目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有年轻人可以带路啊？你先来，我看他没有怎么样，我才能吃啊。这结合了阿美族跟四川人的一个味道哦，所以这里面是很辣的，有辣度，里面有我自己做的腊肉哦，四川腊肉，四川腊肉要熏12个小时，然后再结合外面这是鲱鱼干。原住民打猎的时候，他们要带一些饭盒上去山上，对，哦，所以就因为这样，然后去做一些改变。因为它的鲱鱼干那种咸香味，直接抹在上面，就那个香气十足。嗯，而且它的那个小米椒还用转移酒去泡过。对。它是水煮，但是另类的水煮，另类不打芡不打粉。这在花莲的泉水养殖的沙西米等级。先转两遍，对，先说服我们两个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鱼肉还很完整哦，它不会因为热度它有点呢被分解了。我光是用闻我都快流眼泪了。哎，光其实炒这个辣椒不容易。我们炒的时候就流眼泪。对，还偷偷放了一点马告。对，哦，对，一点点哦。太，你吃够了？因为我要看它吃完以后怎么样。啊，真的非常细嫩。鱼肉好好吃哦，一般水煮鱼它如果全部都在里面的话，感受不到它那个肉的那个甜度，这不会，这完全不会，而且旁边那个豆腐呢，真的是把所有的汤汁呢，这个紧紧的吸附了。哎呦，你看他女儿都没有在笑爸爸讲的笑话，因为他已经那他比较像阿公，对不对？很严肃，对不对？他就将来当教官的，他也是一个笑咖。你怎么说人家是笑咖？人家明明就是校花。校花，对。要不要来站爸爸旁边？然后他真的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，真的。爸爸生女儿会不会真的就特别疼？我跟你讲，我说不出来。特别待遇，有特别，一定会有特别。难怪刚刚看你儿子心情比较不好。这也不是有菜要特别 special 的，对，有，用鱼道料理，这要很特别介绍，因为这结合花莲的一些地方小农的东西。嗯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好。来，哇，七爷，哦呦，这个是童仔鸡，可爱。这个你是怎么样特别做的？是它的熏的方式吗？还是？是它肚子里面的，肚子里面塞的，里面有夹料，有蹊跷。主要是这只鸡挑选很重要，放山是基准。要好吃，它一定是要单眼皮，所以我必须听一下单眼皮。单眼皮的鸡是怎么样？可能是我手会比较好一点。而且它皮感觉脆脆的哦，而且好像呢，现在还在渗油。嗯，对，还在，有没有？哦哟，真的，那不是开玩笑，出来，而且金黄色的，嗯，等下脱光光就可以带出去了。嗯，鸡像是烤鸭的方式在煮，对，它是有个锈啊。
错。嗯，它是有口感的。嗯，也不是单纯说只有脆而已哦，它那个它中间是夹了一层油脂。单吃皮，有些人会觉得油，嗯，但它这个我不会，它感觉留一点香味。怎么会这么细腻？其实有时候呢，我很嫉妒那种很有才华。蒙上当哎，他在笑什么？我说你啊，你干嘛？对啊，你也在笑什么？他嫉妒的是我，你干嘛？因为我的唯一的才华就只在我的脸蛋上面。哎呦，我有遗憾，就是人生当中呢，可能到死都没有办法亲吻到自己帅气的脸庞。你是不是有在流浪店工作过？会被老婆杀掉。哎，你几岁就结婚了？这么帅，比较晚。应该是从高中玩得很过瘾，舍不得结婚。好，不能太干净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另外一次。OK， 哦，先慢用。这整个浓浓都泡在鸡油里面，嗯，所以它不用沾东西。出奇的甜呐，而且还有一点点脆脆的。这就是赏花，嗯，这是赏花肉，厉害，完全打破了过去对日期的迷失，嗯。哇，热腾腾的又来了，对，第三次，哦，第三次，到底里面加了什么？它好像加了酸菜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西安的酸菜。那个骨里面的那种精华都可以萃取出来。我相信刚刚那个鸡汁，它也留了。对对对哦。喜欢吃酸的，嗯，喜欢吃这种浓郁的那种汤汁的，这真吃不得了。对。节目播出后10天啊，但是要付钱哦，好不好？下了原本的，对对对，付钱。这个朋友称心的，嗯，对对对，感谢您哦，感谢你。我觉得这一间是我的梦想。嗯，有，对，就是在知道你们要来，还没开幕前是都还没有人住过，就让你们进来了，直接来朝圣一下。去去，好，那你先走，先走，你带路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。太夸张了，还有人介绍民宿带路是这样子啊，我马上带你们去看看， check it out。 笑第一次看到个猪头这么开心的离开，我也要来下，你们看到我后面是什么？后面什么都没有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加上小铃铛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快点快点